哎，丽晶姐，丽晶姐，早上好。哎，谢谢你嘞。我的两个膝盖都很有力了，不然以前我坐在椅子上面还是我驾车只要时间越久我根本都没有力气上来呀。我的两个脚的膝盖觉得没有力，一定要扶住那个坐子，按住那个坐子才可以上来，而且很痛嘞。自从喝了你这个水几个月以后嘞，我看现在喝了1个月，它就不会痛了。到现在可以马上站起来，我的膝盖也不会痛了咯。然后还有就是很奇怪嘞，我的脸整个亮掉嘞。我的朋友讲我气色很好看。所以他也叫我去跟他照水哦，照水来喝。然后他两三个朋友喝了，跟我一样，脸上的黑斑全掉，甚至不见掉啊。本来我的手是很严重的嘞，那个什么，因为我有三高嘛，然后我的手有很多疤痕啊、斑啊，不懂是黑斑还是老人斑。连我自己都吓到嘞，现在全部全掉了，尤其是我脸我的脸的斑好像不见到越来越浅嘞，应该再喝下去，应该会我脸上的斑全部会不见掉了，因为这几个月它变化很大，而且越变越快，我根本都不相信啊，所以如果有人喝这个太赫兹水的要先拍照啊，不然到时像我这样就拍不到了哦。谢谢你啊，很感恩你嘞，感恩。